我在实况，你乐意的话可以亲手教学吗？请问你是在做实况吗？安安你好，我看到小白的 skin 咯。请问我可以进来吗？来，哦耶 ，Reaper。Oh shit！ 哦，他很没有礼貌的进入 T， 太过分。哎，好吧，没有关系，玩个生存游戏，算是森林还是丛林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新地图有没有在。怎么这边这样乱呢？他设计也是啊，没有可能啊。哎，有个墓就挖出来，不要理了，要管这样多。好，这个房子很不喜欢的，好吧，那也没有办法。新手教学吗？嘿，没有啊。今天呢，随便日常生活。OK， 日常新生活吗？诶，不懂诶。好吧。OK， 也许我需要什么？吓到哥哥，好，没有苹果，各位，他给我调什么的？调困难的话我就杀掉啊！没有看到。什么啊？好吧，没有关系。这边，安安，在哪里啊？Hello。这个麦克风不好用，还是先走一下。
太够了，还不够的话就想办法这样加呀。哦，不想听到没有啊？请问有鱼竿吗？吃腐肉啊，搞屁啊，搞到我要吃腐肉，苦啊，妈妈，我不要来这边了，这个地方不好，真的。请问听到有人说我花吗？
应该是那个麦坏了。好吧，麦坏了。有。不是麦坏吗？我迷路了。什么？降挖法？哎，老兄，降挖法降对吗？不是爬楼梯法吗？爬楼梯式的样子就可以安全的爬上呀。老兄，都是的嘛。新手哪里有趣的啊？哇哦，暗哦，等一下，我吧。Yes。好凶哦！这个房主这样凶了。